大家好，我是小鹿。其实男人的小弟弟也有喜怒哀乐的表情变化。我们人会有喜怒哀乐的情感，是因为人不仅是自然的人，也是社会的人。人有意识，有思维的，有丰富且复杂的心理活动。丁丁出现喜怒哀乐，是因为人体是一个很精密的系统。通俗来讲，就是男性正常性反应周期的规律和特点。当人体接收到色情的物品、影像、书刊、裸体等，丁丁就会发生勃起的反应。这种情况表明丁丁非常喜欢这样的刺激，以勃起来反应他非常的喜欢。在持续性刺激下，丁丁保持勃起的姿态，在皮肤表面可以看到静脉怒张。勃起角度与身体接近垂直，丁丁变得很硬，并且随着血管血液流入而表现出有规律的颤动。由于丁丁头血流丰富，可以表现出充血肿状，这是我们所说的四度勃起，是同房的必要条件。乐是指丁丁在受到的性刺激积累到一定程度，在大脑中枢的支配下发生不自主的射精的高潮。衰是指在男性丁丁发生了勃起导致射精高潮后，在一定时间内对所有的刺激无动于衷。好了，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，希望本期视频对你有用，我们下期见。